排队找好位，等多久都无所谓。熏山真的是吃货们的天堂。小小篇今天来到土司坊，这里的咖啡是一大卖点，因为店家采用严选咖啡豆调配香橙咖啡，所以深受咖啡爱好者的青睐。2007年创立的土司坊属于现代式咖啡店，除了各种口味的面包和吐司，这里的椰浆饭、蜜香也是必点的招牌餐。因为店家特制的三大辣椒，吃起来就是过瘾。这家店会如此受食客欢迎，有四大秘诀，就是服务态度好、上菜速度快、食物味道好和价格合理。除了曼奥斯丁、罗佛在野、王后花园和百万镇都有土司坊的足迹，所以不怕地点远，只怕要排队等一等。当我搬进来这一区的时候，这一间店才刚刚开，然后这边也没有很多选择啦，所以我们就选择来这里。但过后哦，就是吃的东西、食物，跟附近的地方比较啦，我觉得这边是最好的。在我的选择里，这边是最好啦。所以慢慢，他生意好起来的时候，也很多人排队。OK 啦，收放排队都很快咯。我是这边的长期顾客啦，因为那是开张到现在，我都是很喜欢来这边吃，因为他的东西食物方面又经济又快。我大多数是下午来吃的，下午，早上比较少了。他茶、面包，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很好吃啦。